杨丞琳4月30日在社群平台发文写下，四月就要过去了，有开心的时候，疲惫的时候，沮丧的时候，也有幸福的时候。她同时分享多张四月这一个月来所拍摄的生活照，这些照片包括她在后台表演拍摄的美照，和朋友开心聚会的合照，穿着清凉养眼的运动服装，大秀完美胸型，纤细蚂蚁腰，以及超狂马甲线的性感拉照。特别引起关注的是，其中有一张照片她顶着素颜自拍，虽然完全没有化妆，但是肌肤却非常细致光滑，超不科学逆龄状态，令网友都惊呆了。另外令粉丝感到相当兴奋的是，他自责贴文终于没有留言数量限制，不少粉丝开心直呼真的太棒了，终于可以留言啦。